长久以来，国军的心服体制以三级防堵机制为原则，分别为初级发掘预防、二级专业辅导以及三级的医疗处遇，以促进官兵的身心健康及防范自我伤害案例造成。而国防部呢，为了增加对官兵的心服辅导，特别有许多创新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使国军心服工作朝专业化、政教化、多元化方向进行，国防部近年引进民间专业心理咨商能量，今年度更分别与北、中、南、东部地区20家心理咨商机构完成合约签署，提供相关心理辅导协助方案，扩展国军人员求助管道及发挥心辅服务资源能量，链接民间的辅导资源。那当官兵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这个单位的心辅人员的辅导评估，然后转介到我们地区心卫中心。那我们地区心卫中心就会评估你的问题类型，还有方便性，还有你的需求，然后做一个转介的流程。有时候也会遇到比较难以说出口的心事，那再加上身边的兄弟姐妹们都在辛苦的执行任务或是坚守岗位，一时间真的无法找到适合的人选吐露心声。国防部这次可以推动这样优质的心理咨商服务，我认为实在是一项非常贴心的政策。那弟兄的问题大概就跟一般的社区的民众的问题相近，包含了就是生活适应的问题、感情、婚姻两性，甚至是孩子教养的问题都有。那透过这样的协助呢，可以让我们弟兄们的心理上面的一些困扰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我自己是军籍退伍的，深深了解国军的心理健康乃是国军战力的坚实后盾，希望能够透过资源的合作，让国军弟兄在保家卫国之余无后顾之忧。希望透过跟北、中、南、东一些心理諮商辅导机构的一个签约的这个合作机制，可以让官兵在更温暖、更放松的一个环境之下去主动接受心理辅导，并且借由这些心理諮商的机构与我们国军的心服单位以及精神医疗院所进行链接，以达成让官兵接受更好的心理服务的一个目的。国军心服工作专赖每一防处层级的执行人员协助推展，有鉴于此，各单位都会定期、不定期办理各项讲习、座谈及教育训练，让在职心辅同仁们能在工作岗位持恒精进成长。国防部今年也特别开设国防部心理咨商及社会工作师证照研习班，提供相关考证技巧及辅助资源，其能提升国军心辅人员素质，提升辅导服务品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未用而续，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军备生考取证照之后，他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军的场域里面去做服务。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不同的面向。同时，为了加速国军心辅人员实施个案筛检及辅导研判效率，国防部也为全军各级心理卫生中心购置心率变异 HRV 分析记录仪组工具，其透过生理回馈科学仪器客观评估，辨识官兵同仁心绪压力状态。我们常常有一些压力是透过长期累积而来的，那我们谈的当事人他本身可能不清楚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他无法自觉，所以我们利用 HRV 的仪器去检测他的呼吸、心跳等等的生理征候，让他可以知道他现在的情绪状况，然后我们再引导他去放松，利用一些技巧让他可以好好的舒压，然后解除他的压力状况。除此之外，国防部与军网提供网络心理咨询留言板，以及免付费心辅服务专线0800-536-180，国军性暴力求助服务专线0800-885-1130等，代
加便利，及时的多元辅导服务。不仅如此，官兵投入救灾复原服务的同时，国军心腹工作也从未缺席。为了与时俱进，国防部更制作日常用语、正向能量及网络用语等三大类别饶富趣味的心腹贴图，希望贴近官兵生活习惯及喜好，带给官兵积极向上的力量。这主题就是以官兵弟兄他们一起投票所选出来的，所以就交给我来负责把这些主题呈现出来。虽然过程很辛苦，可是成果出来之后，我其实还蛮满意的。加上如果说有使用到官兵弟兄，他可以因为我贴图让他们稍微一点疗愈，带来正能量的话，那我辛苦也就值得了。专业的心理工作人员就如同教练与保健师一般，是人们心灵保健的指导者。而当你遇到困难时，千万不要害怕向别人求助，因为这可能能让你心中的烦恼浮上台面，也有可能因此迎刃而解，请大家多加利用，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哦。